好的，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今天由少帮主带来的第一视角节目。今天呢，由于是 WCG 中国区WCG 世界总决赛啊，这个中国的三名选手分别拿了魔兽争霸项目的一二三，而星际争霸项目呢，我们只是 Maxed 获得第三名，所以说呢，今天也是一时兴起啊，要打盘魔兽三，好，我就抓一个级别低的上去啊。今天是欢乐的一场啊，选择什么族呢？必须是纯爷们兽族，对不对？啊，这就是在 VS 平台上的一场，已经很久很久没有打魔兽三了，看呢还是经常看。这哎呦，我这还是三级的账户呢，这是一个原来打着玩的。我魔兽三的水平啊不是很高，最好的时候好像也就打到过九级，啊，这个不是很强。现在呢，估计可能连三级都没有了吧，因为我们一年没有好好打了。我上大学的时候，曾经把班里的同学们都杀的，这个满地找牙。后来呢？去打了很久的那个 DOTA， 打完 DOTA 以后被一个天天练魔兽的同学给 A 回去了，从此以后他再也不跟我玩了，所以我很生气啊。后来星际二出来也一直苦练星际二，所以说现在呢也是一个不错的回忆。你不开看我换一局，好看一下，就喜欢找那个水平低的，这七级的五级的我现在都不敢碰啊，这是怎么还有玩这个图的，找一个 RV3 的试试吧，哎，也进不去。RV4 的，还 RV1 吧。Go， 选兽族，是不是有点延迟啊？把我踢了，直接。情何以堪？这个地图呢是 EI， 兽族就要跟兽族打内战。Go go go， 又被踢了。哦，是不是我极高，他们认为我欺负他们呀？那我找一二级或者三级的。这是个一级的。Go， 好，一级的跟我开了。哇，这一看就是个战队啊 ，GTX 战队的 skin。来吧，招家伙。好，我们看看我快捷键还记不记得 BO 是地动，然后BA 是祭坛，有点像我们这个星争霸当中的气矿啊。好，继续的生产，这应该是这个农民，这是第几个农民造第二个农民的出来，好像是造兵营啊，我记得没错的话好像不太行啊，钱不太够啊，差不多来，出来造兵营吧。好，造下兵营。兽族啊，这个有些没玩过魔兽的朋友，没见过，没吃过猪肉，见过猪跑，对不对？所以说多少应该都能了解了。兽族嘛，最厉害的叫剑圣。然后我看一下，编个队。最厉害的叫剑圣，最不厉害的呢叫先知，法西亚。因为出场率比较低啊。好，这边先造剑圣，同时放第二个地洞。BO 需要更多的气啊，更多的那应该是木头。好，继续造农民。对手因为也是兽族，所以一会儿要拼的是内战。内战的二发是发 Shadow Hunter。哇，好久没有打了啊！希望别丢人。这时候可是一级的啊，这是热身赛，热身赛。好，这应该不造农民，先优先造大 G 的，然后再补这个农民。这快捷键好难摁啊！这已经习惯了星际二的快捷键，以后魔兽三的快捷键已经觉得很远了。嗯，剑圣出来以后先练333，要等这个 Ground。一级升跳劈，准备直接练到二，等第二个大 G 生产。这个呢要 Grunt 往前走，因为他这个怪会网，我记得没错的话，你要是不让他太远了的话，会被网怪网住，不能输出。这边设集结点，同时放下一个商店。
哎呀，上的有点晚。地位。好。宝物头环。头环呢是属性所有加两点。好，跳劈点的打的是非常快。好，直接过来打这组怪。这组怪呢要小心被对手抢。这个剑圣打完了以后要去抢劫，但是我这个好像由于商店造晚了，这个上二本了。二本。商店造晚了，所以我这个剑圣可能买不到药膏了。有个力量之书。好，我还是升到二，然后升个疾风步，直接过来抢劫。第一天的夜里抢劫，然后大技呢往地图中央走，继续补大技。我感觉还是真是有点手生。然后一会儿要造第三个地洞 ，BO。这边有没有鞋？鞋要250。对方的剑圣还没来，好像。好，买掉这双鞋。其实还应该砍你，买粉，把粉买了。好，这是他剑圣，我有鞋，我有鞋。哦，买了个无敌，然后玩的很高端呀、啊，小伙子。那我能忍吗？必须砍你啊！这是个大无敌啊，他偷那个大怪去了。跳死！我走，回家。哇，好悬，七格血。七格血的剑圣，他偷了中间的五级怪，他也是人才。生产第四个大技，同时 Shadow Hunter 要可以造了。哦，二本还等一会儿，先补血，补血要紧啊。有一个粉，刚才确实好用。这时候他英雄死了，应该去抓他的大技，准备造 BE Shadow Hunter。这个好久没玩，其实最容易失误的是忘了补第三个是这个地洞。第三个地洞呢，如果没造就不能。嗯 ，BE， 然后425点下，这我是有鞋的呀。必须追着你这大技砍，誓死要砍死。盯着这个砍，哎，剑圣还卡在里头了，这么开心？喝点血。悲剧。剑圣还砍在里头了，那我不砍死你。好，在那砍树吧，年轻人，这也是战队选手啊，上来偷大宝偷的还是不错的。小歪回去买点东西玩。双臂啊！哎，我剑圣居然被他杀，尴尬。哇、哦，三级剑圣啊，好贵啊，好贵啊！升变形术。往里头跑，变两次，三臂剑圣先复活着吧。升狼骑的网，然后点上一只狼骑，
这好久不玩是有点生疏啊，杂技都造了五个，真坑。补一个血，好，五个就五个吧。做个磨坊，等我的剑圣活了才敢交战。快活了，小歪去练赌怪了，练这赌怪。双坦狼骑，狼骑优先还升的网，这是个五级怪，首先把五级怪变掉。好，然后揍这三级怪，揍完三级怪揍那怪。剑圣呢，由于有两级疾风步，可以直接去抓对手。刚才他打了个大无敌，顶了十五秒了，我三级剑圣死的有点亏耶。哎呦，攻击之爪，攻击之爪，攻击之爪呀！快走！快走！卡住，卡住他，卡住他！你小歪想跑吗？这能让你跑？杀我小歪者，死！买个群补，群补，然后走，抓他去，没有小歪一样打，小歪复活快。直接射到直接点，射到剑圣身上。一会儿要转型磕多了，砍你，必须砍，果断砍。死！往住！好的。小歪二级了，没杀。哎呦，这狼骑！哦，应该造灵魂归宿的，我怎么给忘了？好，顶死！砍死这个，白牛是出来了。跳死！治疗波，加上。射的直接点的问题。哎呦，这个大 boss 的人。拆你的商店。要做科多了，拆掉商店，拆地洞，扔三个网，可以让你不能修理，把这个地洞拆掉，杀这个大忌。好，再拆这个地洞。抢点地洞。好，那这英雄怎么还不复活出来？哦，吃个飞龙。哎呦！好，躲一躲。
优先击杀他。变。接网，网到死。好的。哦，这个热身赛我已经稍微找到一点操作的感觉，一点点而已。好，对手离开了游戏。好，天梯加零啊，天梯加积分加70，天梯加零啊，就稍微回顾一下这个操作，我们找一个猛一点的二级的。好，没进去啊。这个是 Total Rock 海龟党人族兽族告我被踢了，为什么二级都不敢跟我这个三级的打？这个 TS 告天梯是我是1200分，他1193分，还有好评差评之说啊。TS 这张地图是 Terran Stan。 好，先做一下一个地洞，快捷键还是有点别扭。这有点像那个人族啊，第九个农民出来以后去造那个兵营，这个呢是应该是第七个农民出来以后造兵营。前面也是热热手。对手是随机啊，真是非常有实力的选手。这是对手教你玩随机，少帮主教你破随机。这张地图的优先应该是练这个点和这个点，一般会升跳劈练级，因为升跳劈练级可以第一时间练到就打比较快，练到二级。这个对手是随机，所以要去侦查一下，刚才我都忘了侦查。好，这个农民去侦查了，看看这个什么族。继续造农民。好，够了40，造第二个这个地洞。啊，忘造英雄了，情何以堪。这样的话我这个速度完全慢了下来啊。哎，这都不是事儿。这个职业选手也有忘造英雄的时候是吧？啊，有吗？好像应该不太有。抓个大 G。然后有37了以后准备造一个商店。咱们靠操作制胜，前面的一些小失误都不是事儿。啊，造下一个商店。商店靠上造吧，方便一会儿买东西。好，继续生产农民。这个人族，好的，人族的话回家残攻他吧。剑圣也出来了，一声跳劈，直接砍这五级怪，不怕进化。照死了砍，再跳劈的。看到农民回来，先去生产第二个大技。加速手套，可以打怪打得更快一些。直接是升级二本。这个打人族呢，就二本要不发神刀的，应该是发牛头的。这组小怪，小怪也是给宝的呀。好，剩下的交给你们了。我去补给一下。好，直接去找对手的练级点。生产大技，第三个大技。好，疾风步进来，看看对手有没有部队在这。哦，开矿了。好，开始杀农民，很会玩。
第三个地洞，直接退掉。那这个农民也是很难从我的魔爪之下逃走啊！弄双鞋。哦，没有地方，没有地方把这个力量加三满，然后弄双鞋。看看人族家里面，不对，哦，大法师打出了个吸血，哦，照着你砍，追你到天涯海角。这大祭呢，就回去找自己的兄弟练级吧。你，哎，你伸斗篷吗？好像不见了。砍你的这个外围箭筒，还没有升好。单传进去啊！哦，这是有路口的，那我可以进去啊！我进不去，进得去。怒砍大法师，那大法师应该是躺在里头了。砍到死，找机会，找机会，大法别跑。漂亮，这样回来再杀你的福特曼，这样的话做老牛 BS 钱不够。好的，进来杀，好，敲钟了，要找个比较好的位置杀那个福特曼。好，然后边撤边退。好，往后退，退，剑圣一个人顶着他们，然后我的部队可以往后退。砍死，然后撤。哦，对手直接离开游戏，好像是因为我没有打 good luck 的缘故，所以也没打。我找一个猛一点的吧，看来这个一二级的还是在操作上，虽然我失误是很多，操作上是打不过我的。你找一个猛一点的，四级的 Total Rock 这张地图我不擅长啊。哦，来一个几级的呢？这有一个四级的 EI， 好，试一试啊。亡灵啊，兽族 go， 也不知道现在的四级跟当年的四级是什么。哦，三级的嫌我菜，再试一试吧。为什么不打呢？比我分高啊，这极高的也不打，是极低的也不打。这是 RV 八级的，有点嚣张啊，找个五级的试试。还是打一完四级的吧。哇，二 v 二受不了。九级的，那来个五的吧。六级的，感觉六级的是要被虐的节奏。这都 RV 十级的，这哪打得过呀、啊？诚信收徒还有这样的呢？哦，十六级，天哪，还有这么高级别的？看来我只是在青铜组混一混是吧？二十六，那是相当的厉害啊！被踢了。五级的 暗夜精灵啊，这是吹风流的种族啊，看看开不开。
Demon Hunter 这是一个非常让人恼火的英雄，自从你出生他就不会让你好受，一直吸血吸到你死亡，吸到脑死亡啊，而且你的大忌还会被一路追杀，很痛苦。好，生产一个农民出来造兵营。兽族为什么用兽族？兽族因为血比较厚，不那么容易死，这样存活几率也大一些，可操作空间大一些。这张地图又是伊安。使用一个什么战术啊？我只会当年的战术。当年的战术呢，就是先造剑圣，这回不能忘。当年的战术就是剑圣牛头。要不然我也第一天夜里偷这个蓝胖子，我都忘了什么节奏了。我去侦查一下吧。他农民来的很早。这边也造一个地洞，然后准备生产第一个大祭。这次我的开局上是顺当的了，最起码没有出现失误啊。这农民应该是在先造大祭之后再造下就对了，刚才造的有点早。好，然后有了钱去造一个 BV。立约就造在这儿吧，方便一会儿路过。我的大计快来，需要跟你一起跑上去。哦，小精灵挂在这儿，快走快走。这是什么节奏？差点被击杀了一个苦工啊！哦，他在。用 AC 辅助练那边的333，我准备把这个小精灵杀掉，在这儿挂小精灵，这我能忍吗？可以给你吸，没关系。二 v 一的节奏还是可以，来小精灵，好 A 不到。那就追到天涯海角了，我呀。去买鞋。哎呦，这就被杀掉了。这是一个失误。被他杀掉了一个英雄，这很痛苦。刚才不应该停。五级的果然是不一样的呀。不过这都不是事儿，我们坚持一下。一级剑圣复活还是很快。来，过来把这组怪打了，升二。把心放宽一点啊。后面以操作制胜能夺回来。好，力量之书。鞋是不要想了，对手肯定会把鞋给抢了。四个大技，四个加速，压过去。对手会选择 BH 开局，也就是说是应该会是吹风，应该还是他没有处女猎手。这块不能 A 过去，如果白天 A 过去就会死得很惨。剑圣先进去。
这什么古树？奇迹古树。好，你引吧，把这棵战争古树给你拆了。好，我就说操作还是很重要的嘛。这个战争古树爬回来的恰不是时间啊。好，继续爆吧，请你继续爆，把你小精灵杀光。阿尔法牛头，然后 BSBE。走你，强拆，好，再揍你的 DH， 好，跟你的 DH 刚正面，喝井水吧，让你喝。你有鞋也没用啊，造建筑啊。好，跑出去，牛头直接找剑圣。砍掉牛头一级升冲击波，这是白牛 BO。 哇，漂亮，五级的有什么用？好的，操作制胜，这个游戏啊还是很靠操作的。这也是只能靠操作来打了，对方正好被抓了一个 timing。 好的，那么最后呢，我也是再次的要祝贺我们魔兽争霸三项目的中国选手在这次 WCG 上的出色表现，冠军 Tide。 这是亡灵族第一次在 WCG 上获得冠军，亚军是 Fly 百分百，也是兽族选手，他也是很可惜啊，两次 WCG 的亚军没有得到过冠军，也希望他呢，这个遗憾呢不会给他带来太多的影响。一个职业选手一生的梦想可能就是夺得一次 WCG 的冠军。那么第三名是我们的人皇 Sky 呢，应该说也是获得过两冠两亚一铜了，一季军了，所以说呢也是非常的有实力，也是人皇。这十年来也是感谢魔兽争霸三的选手给我们带来很多的电子竞技的精彩的比赛。同时呢，星争霸呢，我也希望将来的有一天啊，我们能够使用三个种族包揽前三名，让中国选手呢更加的自豪。那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的修炼我们的星争霸二。那魔兽争霸三这款游戏依然可以当做我们的兴趣爱好，随时在玩。虽然以后的比赛会比较少，但是依然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游戏。